那么我问一句啊，如果我把老太太带走了，你跟店姐真的可以非常幸福吗？没错，你们是真爱。是的，不瞒您说，我和丁姐的感情已经到了水到渠成，就差这一步。我追丁姐八年，您知道这八年我付出多少吗？你知道我这心里什么滋味？现在老太太夹在当中，我真的是特别难受。我真的不希望因为老人家这点事情，把我八年的辛苦都白费了。兄弟，不说了，把钱收回去。你听我说啊，既然说到这儿了，你追求丁姐八年，你不但对丁姐关爱，包括我的两个孩子，还有我老娘，你都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。冲这个。让我帮你一次好不好？我该帮你一次，我一定诚心诚意的成全你们俩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为我老娘，为我两个孩子，谢谢。来，有您这一句话，我心里放心了。感谢您，干了。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呜，呼呼啊！哎，小布啊，嘿嘿，快来看看，快来看看，你这干嘛呢？这是？哎呦，我刮胡子呢，好玩吧？哎。来来来，晒吧晒吧！哎，你别弄，拿过来。怎么了？不，我没弄完呢。谁让你用这些东西的？不是，我就用一下，怎么了？用什么用啊？你嘴上没毛，你用什么用啊？虽然少了几根，但我刮起来特帅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私人用品，知道吗？不能随便乱用，就像牙刷一样。我的牙刷你想用吗？想不想？我就用一下，那么小气。这孩子老大不小了，说话怎么没大没小的呢？这是小气的问题吗？这是素质问题，知不知道啊？赶紧洗了。再说了，这刮胡子没有这么刮的，你知道吗？来擦脸。我告诉你啊，是这样刮啊。刮呢是从这儿，你看刮下面呢这么刮。一点点刮，然后呢，刮。哎呀，这孩子太没有规矩了。妈，妈，老太太，来，来，要坎肩穿上啊，冬天冷了，来低点低点，来这样这样这样。这样
如果再冷呢，要出门穿羽绒服，记住了啊。嗯嗯，要下大雪、刮大风，还要戴帽子。嗯，还有呢？嗯，戴围巾。还有。嗯，耳暖。哎。还有这脚底板凉了，你得穿啥呀？厚袜子。那你今天穿厚袜子了吗？哎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好，没事，跟我妈聊天呢。哦哦哦。今天冷吧？嗯，还行。我跟你说一下啊，那个昨天见到司徒了，他挺后悔的。怕你不理他了，想求得你的原谅。我有那么小气吗？又不是小姑娘了。那就好，我和他呢也都说开了，嗯，挺好。哎，这老太太由我来带，给你解放出来。这事儿啊，我昨天晚上考虑一晚上，还真得往后放一放，缓一缓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又改主意了？不是，我想给他点时间。让他也好好考虑考虑，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，拖家带口的，这些他都知道，所以他应该接受。你说如果他不接受，今天挑老的，明天挑小的，他不接受任何一个，我都不会嫁给他。家母啊，刚才叔叔说话有点语气重，梁氏你去吧。哦，没什么的。我是要说什么呢？啊，你过去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呢，可能会啊，我是说可能会造成我们之间有一些小小的矛盾。嗯，叔叔想要跟你说的就是，以后我的所有的生活用品，包括毛巾、茶杯子，包括剃须刀之类的，最好不要动，行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这样，回头叔叔给你买一个电动剃须刀，行不行？那个。不用了，那个我先去上学了啊。哎，等等啊，早餐你吃了吗？没呢，一会儿我到学校买个鸡蛋饼就行。那怎么行啊？又不营养又不卫生。哎，没事儿，挺好吃的。你等等等，我给你做去，冰箱里什么都有啊。那个，嗯，不用了，坐着听话啊，我给你做饭吃，嗯，好不好？吃完饭再走啊。啊，听话。其实司徒这个人嘛，我觉得还是明事理的。主要因为他是有钱嘛，哈，这个经济实力啊，所以说想提高你的生活品质，这方面可能有点差距彼此。是，我们俩之间确实有点差距。可是你说什么叫生活品质啊？啊，有钱，穿金戴银，吃香喝辣的，坐享清福，那叫有生活品质啊？你说这人如果没有亲情礼道，没有互相爱护，何谈生活品质啊？哎，是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是个时间问题，你们需要磨合。是，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是需要时间。不过现在呀，我真是骑虎难下。你说我不嫁给他吧，婚已经定了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而且这么多年，司徒一直在等着我。也为我付出不少，我不可能伤害他。可是，你说我嫁给他，妈跟孩子根本分不开，这也是实际困难。其实也挺难为他的。哎，不说了吗？那个老太太跟我嘛，把你解放出来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这不可能。就妈要闹起来，你真的一个人管不了。再说两个孩子呢，你别看家木现在跟司徒相处的挺好，他没过上日子呢，没有朝夕相处，就司徒那脾气，再加上家木那个性，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呀？佳佳，他压根儿就不喜欢司徒，时间久了，真要是发生矛盾，最为难的还是我。有道理。哎呀，
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该说不该说啊。什么主意啊？算了，别说了，这是个馊主意。你看你这人，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你就说吧。行，说了你别怪我。其实你们可以试试走婚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挺奇葩的，城里人哪有走婚的呀？所以我说这是个馊主意嘛。啊，结了婚，各回各家，各管各妈。各回各家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办法有可能能解决我的问题呀。什么意思？你看挺适合我的呀。我要是跟司徒选择走婚的话，第一能解决婚姻问题，第二呢，妈跟孩子就不用搬到他那儿去住了，就不用给他添麻烦了呀。然后呢，妈跟孩子留在这个房子，你还能继续当小时工来照顾他们。最重要的，我还有独立性啊！别别，我只是信口开河哈，你就别当真，别当真，这事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。哎，宽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找司徒好好商量商量。妈，你好好照顾啊！哎，别，我跟你讲，这司徒不同意你，你别硬坚持啊，只是给你说说而已。我知道，知道，我就跟他探讨探讨啊。干嘛呀？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感恩节嘛，我是来感恩的。算你有良心，这有文化它就是不一样啊，还过洋节。司徒总，丁经理还没来呢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来啊？家里有事儿呗，人家也是老板，不用按点来。你干活干活。你来了。啊，那个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，咱们外面谈好吗？天杰啊，那个，我是诚心诚意向你来道歉的。那天我那么对奶奶，确实做的有些过分了，让你为难了啊！别生气了。好吗？啊？其实我已经不生气了，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想清楚了，你有你的道理，毕竟你想娶的是我一个人，而不是一大家子。看来我原来的想法就是那种理想状态的家庭，太幼稚了，应该道歉的是我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生气了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件事啊。嗯。我呢，给佳木啊，今天好好上了一课，我让他变成一个小小的绅士，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。他听了。听了。其实我就希望孩子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放心吧，佳木学习这块儿我会用心盯着的，啊。嗯。哎，你最近有没有发现，我正在努力的配合着你，柔和这个家庭，发现了没有？你说，咱们俩什么时候才可以名正言顺的住在一起啊？换个地方吧，咱俩好好说说这事儿。好嘞，走，上车。你好，两位这边请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俩来两杯铁观音吧。嗯，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。我想说说咱们俩。我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，不是三全其美的好办法。什么好办法呀？啊，还神秘兮兮的。嗯，你好，两位请用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不用客气。我想，咱们俩能不能试试走婚啊？
真的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你看啊，一个呢是解决了咱们俩登记结婚了，然后我白天可以上你那儿，晚上可以回到老屋，这样我又能照顾妈，又能照顾孩子，这不是三全其美的好办法吗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白天在我这儿，晚上到他那儿，那你把我这当什么呀？当旅店？我跟你说，我都跟宽子说好了，对吧？让他照顾奶奶和孩子，你怎么又变卦了呢？我不是变卦了，是因为我妈一到晚上就找我。那李宽他肯定照顾不了她。奶奶身边有姐姐和姐夫，可以照顾她呀。不是这事儿能牵扯到他们吗？啊，那这事儿可以牵扯到我这儿是吧？啊，合着我只娶半个媳妇儿，啊，白天你回到那儿，是不是？那什么意思啊？那知道的那以为你是照顾两个人，那不知道的呢，那以为我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你看，昨天你跟我妈闹成那样，到现在老太太还怕你呢，家木又出这么一档事儿，我觉得选择走婚至少可以解决面前所有的矛盾。就算我同意走婚，那也是白天在他那，晚上在我这儿啊。不行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坚决不行，说说大天也不行。哎，武大，那个五魁啊，两个手机都关机了。他不是老出差吗？可能在飞机上吧。啊，那什么，我有他微信，你给他发个微信吧。好。哎，五魁啊，那个你什么时候来提车呀？我们这最近生意特别好，院里快放不下了。再说你这三辆车也没什么毛病，让他赶紧提车啊！你抓紧时间来提车啊！哎，宽哥，你就等我信儿吧啊！去了我就和你联系，行不行？好好，宽哥，辛苦。好好。喂，队长。五魁换了那个女人的手机，与李宽通了电话，二人通话简单隐蔽，严密监控，等待视频。明白。哎，武大啊，那个五魁有动静了，让咱们再耐心等等。还等等呗，也不知道他搞什么病啊。是，咱们还保持警惕就行了。这个应该是在哪儿啊？应该是这个。哎，佳佳，什么事儿？哦，你今天面试啊？在哪儿？哦，在宾馆哈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啊，别着急，别紧张。哎，吴子。嗯。佳佳今天面试，我去过去给他把把关。行，去吧。好。喂，哎，什么事儿？啊，佳佳不见了。哎，丁姐，你别着急，我知道她在哪儿，好吧？我负责找她啊。好，我也下班了，好，我马上找她去啊。哎，
来，给大家演员拍张照啊！来，佳佳，哎，你做一个惊喜的表情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好，挺好啊！哎，再丰富一点。哎，换个角度，啊！再来一张啊！哎，挺好，哎，别紧张啊！哎，太好了，哎，哎，服装，来，给咱演员把衣服给换上。嗯，好。你跟我来吧。嗯，好。老板，是什么时候了，连个演员都搞不定，咱这戏还拍不拍？是老板，你坐，你坐。老板，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选了一个特别好的演员，非常优秀，很漂亮。来，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嗯，还行。哎，佳佳，哎，这就是咱们的演员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挖掘个新人很不容易啊，好好培养。李导，那个，我不想拍了。什么？你不想拍了？说不拍就不拍了，这怎么搞的？赶紧做工作。哎，不，那个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说走就走，不能走啊！这么多人怎么等着呢？哎，这什么素质这是？我先走了，我真的不想拍了。佳佳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演员。佳佳，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，你是住手！哎，这是谁呀？这谁呀？谁让进来的？谁敢私闯我们拍摄场地呢？他是我叔叔。什么？你叔叔？你应聘资料里可是写了没有亲戚啊？过来，别废话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要保安！保安！你叫公安！我叫。一边去，别动！都什么玩意儿你？走，孩子，不怕。哎，你什么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是，哎，老板，我怎么能哪来的？特殊情况，吓死我了！什么玩意儿？李叔，你真棒，真有威慑力。我在家里怎么没看出来呢？哎呦，那在家里，在外边那为了保护你嘛。偶尔我得给他们厉害一点，是吧？佳佳，以后你可别来这种地方了。上次我跟你说过嘛，你还小，不是时候。以后不管什么微电影啊，什么什么试镜头啊，什么拍电视剧什么的，你都不去。对你将来高考毕业考上一个院校，好吗？再参加啊。哎，哦，你妈电话。宽子，哎，你干嘛呢？这打多少遍电话了，你怎么就不接呢？丁姐，放心吧，哎，佳佳我找到了，都很好，我们现在就往家赶了啊。哦，好嘞。那个李叔，今天的事儿你别跟我妈说行吗？我不想让她担心。好，我给你保密，行吗？但你也答应李叔一件事，好吧？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，包括这方面的和其他一些事情。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们大人说，哎，千万不能瞒妈妈了，好吗？好。嗯，好孩子，走吧。司徒叔叔。哎，佳木。来。啊。喝点牛奶，暖暖胃。哎呀，不错嘛。还行吧。你还这么讲究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啊，
这吃任何东西，这一点胃口没有。于是呢，我就学了一些西方的礼仪和餐饮习惯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没想到我学这些东西以后啊，对我谈生意有特别大的好处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点，如何成为人上人，就是要有资本。什么是资本？就是要有学问。所以，你好好学习，知道吧？司徒叔叔，嗯，我毫不夸张地说，我跟你待一天比在学校里一年知道的还多。你说我妈怎么就对你不冷不热的呢？我也费解这事儿，是吧？你说，你妈这个人吧，对婚姻这一块吧，顾虑太多了，一会儿考虑到这个，一会儿考虑到那个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她才会犹豫不决的。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，嗯，你呢，要是真爱我妈，就快刀斩乱麻，别让蚂蚁推倒了大树啊！蚂蚁？嗯，什么蚂蚁啊？我随便说的，你别太在意啊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对你妈挺自信的，我觉得你妈跑不了，是吧？你这不也是乖乖向我靠拢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永远跟你是一个战队的，你就是我的男神呐，我就是你的小粉丝儿，是吗？啊，这样，既然你是我的粉丝的话呢，我有个要求，先求你帮我办一下。你说，你看能不能你把佳佳争取过来到我这来住啊？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如果你能让佳佳过来住的话，这样一来你俩有个伴儿，你妈呢也会乖乖的嫁给我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用什么方法能让佳佳过来？你就这么说啊？你说你在我这儿生活过得不习惯，孤独寂寞，和我沟通上呢有问题，有代沟。这个办法好，行吧？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啊。佳佳，嗯，待会儿呢，妈妈会带着奶奶去店里。你到司徒叔叔家里，叫上一哥一块上学去啊。那李叔呢？他今天不来了。他今天不过来了，你舅舅店里有点事儿，他帮着修车呢，我让他在那儿忙呢。嗯。妈，你跟司徒叔叔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正在协商呢。协商什么？协商一种新的结婚方式。新的结婚方式？嗯，你们不会是要闪婚吧？妈都多大岁数了，还闪婚？不会的。哦，你们真是好事多磨。妈，嗯，如果你真的喜欢司徒叔叔，你们就赶紧结婚吧。妈知道了。你说我哥都住司徒叔叔家住这么久了，他还回不回来啊？妈也想知道啊。待会儿上学的时候啊，你找时间好好问问他，看看他到底怎么想的，是不是不想回这个家了，是不是还生妈妈的气？不会的，妈你放心，我哥他最没主见了，我要让他回来，他肯定立刻就回来，你信不信？妈信。你们俩呀，从小到大，就你最让妈省心了，是吧？是吧？行，那我吃好了，走了。嗯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嗯，好。回来给我带好吃的。必须的。妈，嗯，待会儿跟我去店里啊。嗯。哥，早。来了。嗯。吃饭了没有？啊，吃了。要不要给你拿点吃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赶紧上学，一会儿迟到了。啊，好嘞。哥，那个我跟你说事儿，别忘了。放心吧。说什么小秘密呢？啥也没说，就上您吧。走了，等我好消息啊。好嘞，拜拜，叔叔。啊，走了。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。哎，丁姐，那什么，那个下午有空吗？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，跟他那事儿。行，我安排好奶奶就来。哎，好嘞啊。
妈，你慢点啊。妈，赶紧卸车。哎，好嘞。妈，慢点，来。事儿了啊！我这回，韩姐，哎，点好数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点好数啊！哎呀妈呀！点了吗？这边，这边。你总是关着手机，怎么和人家做生意啊？钱要挣。对吧？但是不能为了钱出事。这两天我老犯嘀咕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琢磨着，我在里边的时候和李宽没怎么打过交道。可是有人跟我说，李宽这个人死心眼，要做事的话，要么做得很顺利，要么做得不好。哎，别急。再稳两天，我整天待在这个宾馆里，身子都要发霉了。我今天要逛街去。陆雪雪，要想和我过一辈子，这两天你就得听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吃饭吧。鹏哥，武魁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这个我真的还不太清楚。他这人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其实啊，我和他在里边真的不是太熟，接触也不多。哦，这不是，后来因为他修车嘛，跟他打过几次交道。虎子，其实没这么好担心的，只要咱们本本分分做生意，什么也不怕。那倒也是啊，你跟我姐什么打算？能有什么打算啊？我希望他跟司徒尽快结婚，为这个事儿，司徒专门找过我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哎呀，就是你请那个建新吃饭那天嘛，我不是没去吗？司徒专门约了我，和他见了面。不是他让你咋办呀？不，这人挺搞笑哎，让你帮忙，他把你当啥人了？哎呀，他给了我一笔钱啊，说的很明确，就是你让我呀离开这个城市，一年半载的等着给你姐呀。结婚，木已成舟，我再回来。我这人太过分了，有钱了不起啊？啊，把我姐当什么人了？妈的，你没大嘴抽他。声音小点。还有，司徒毕竟啊，对你姐还是挺上心的。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了，你说他突然给我那么一笔钱，还挺多的，我根本没踩的，我不可能要的。不是这事儿你跟我姐说了吗？没有，你得跟我姐说这事儿。我得你想啊，我跟你姐确实曾经夫妻一场，但我俩注定这辈子走不到头。我姐这不是还没嫁吗？是没嫁，但我得你想过没有？我出监狱见你姐第一面，你是在什么场合吗？什么？就是在你姐和司徒订婚的时候，我和她见了。这注定我和你姐这辈子走不到头的。但毕竟呢，老娘还有几个孩子依着你姐带的，是吧？作为男人，我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人吗？我得尽责任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你现在什么打算啊？我就希望啊，让你姐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嫁司徒。至于我呢，也再也不以小时工的名誉了，不在那装了，就给孩子坦诚坦白，曾经进去过，蹲过监狱。不管孩子能理解不能理解，原谅不原谅，我都一如既往的爱他们，还有我亲爱的老娘。让他们幸福快乐。来了，来，来坐，尝尝我的新茶啊，上海牛奶茶。我不喝了。哪有心思喝茶呀？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？是，就是上次你说那个走婚的事儿。想通了？我想不通。你说啊，你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，
对不对？你只不过是带了两个孩子而已，奶奶这边你交给李宽不就得了吗？你干嘛拖泥带水的？这是。可是目前只有走婚才能解决我们俩面临的所有问题。婷姐呀，你把我这里当什么了？啊，豪华酒店，想来的时候到这转一圈，然后你就打道回府。啊，咱们俩不是露水夫妻，你搞清楚。我当然搞清楚了，我的意思啊是想，暂时呢我们俩实行走婚，等两个孩子考上大学了，我们大大方方的把李宽的真实身份告诉孩子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俩不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。你说，我这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老婆不在身边，啊，你觉不觉得荒唐这事儿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咱们来一个全体表决。你看啊，咱们来一个投票选决，是吧？你、我、家家家母还有奶奶，咱们五人投票，这样行不行啊？少数服从多数。你想好了，他们可都是我的家人。那我也没别的办法。只能用这个办法，行吗？当然行，不过咱们把丑话说到前头。嗯。不管是什么结果，不许反悔。我绝不反悔，跟你说，真的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哥，嗯，你在司徒叔叔家待得舒服吗？佳佳。哥毫不夸张地说，超级舒服，有人做饭，有人聊天，房子又大，家具又新，收获多多。那你干脆给他当儿子去算了。哎呀，我本来就可以算上他儿子啊，等他和咱妈把婚事一办，你就是他女儿了。我才不稀罕当谁的女儿。佳佳，你就是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，哥现在正式动员你，真应该一起搬过来住，我保证你住进去就不想出来了，让你流连忘返。又不是风景区，你还流连忘返，词儿都用错了，没文化真可怕。是是是，哥是词儿用错了，可是词儿错理不错呀，真的，搬过来住吧。为什么？我干嘛听你的？是，因为你是我的亲妹妹啊。哥要带你一起去分享美好的生活呀。其实说句实话，我一个人住在那儿真的是挺无聊，挺闷的，挺没意思的。是吧？你还知道没意思呀？你知道吗，昨天晚上奶奶一直念叨你，妈就只能说你被司徒叔叔抢走了，奶奶还只嚷着要把你抢回来呢。不是，那不还是因为奶奶旧守成规吗？佳佳，其实我这么做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，我也是为了给妈一个促进。你想想呀，她跟司徒叔叔光谈恋爱都谈了这么多年了，光说办结婚证了多少回了，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呀，咱们家一共四口人，如果有两口人都住进新房子了，妈还不跟司徒叔叔结婚吗？时间长了，邻居们该怎么想，该怎么说咱妈呀？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咱们是住进新房子里了，妈会怎么想？你这不是逼婚吗？妈是为整个家考虑，你就考虑自己合适。不是，这小丫头怎么油盐不进呢？那你的意思是你就不搬过来住了呗？反正妈一天不去，我也一天不去。不是，叫我怎么办呢？
现在暂时不要吃啊，因为那个太甜了，你血糖有点高啊。我都好吃的，我想吃。那行，等你过段时间啊。那我就吃一点点，好吧？行，回头给弄一点点，好吧？嗯，但不能多吃啊。回来了。我去见司徒了，是不是说那个走婚的事儿？昨天他没同意，今天又想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他说想投票表决，除了你以外，我跟他妈还有两个孩子，少数服从多数。确实出了个下策，不过我觉得秦国还是对你有利啊。你看，就算家木投给他了吧，老太太和佳佳肯定投给你啊。可是妈说不准啊，万一他犯起糊涂来把票投给他呢？也是啊。这只能赌了。但愿老太到时候能站在你这面儿。每天会怎样开始，没有人能够预知。只要你在路上奔驰，总会有好的故事。我会用我的方式，不让泪将你淋湿。看着你熟睡的样子，就忘了世界多么现实。我想要幸福的日子，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？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，为了你我会坚持。我想要幸福的日子，有人听我全部的心事。感谢你给你听。